我跟你说，我玩蚂蚱啊，他们 EZ 就必须得出水银，看过这件事没有用的，因为我是压制。起！啊！我操！抓吧，他血我给你。我回来了。他约我丢野，他妈的滚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我疾跑，我开疾跑，等一下。滋！哎，你们没打赢吗？我没打赢。滴，那怎么去的？我把酒桶给杀了，都我都没到六级，他一点点。我好大没了，光好打得太猛。哎，我大招放早了，我觉得，我再等一下再放这酒桶就，我把小龙给打了，我刚可以杀小龙的，我过来帮你们，我伤害还是低了点刚刚，哎，可惜。进来了啊！刚进进来了。我还没到，差点距离。我再吸一个。哇，真！但感觉追不上了，万豪来了，走吧，走走走走。我觉得可以不用走，走不掉了。没办法，不好，闪现多秒。我炼金直接来了，他五出血，我就知道。即将脱落。我说九种残血，我们人不是很集中。哎，能杀吗？我这一个一二。呀！滋，他大招没开出来，哥军！滋！那个万豪没砍。那个。我俩立大功，这不把他们这个谁杀了？杀了，打得挺快的。我这个小蚂蚱，小蚂蚱被这个一巴掌拍死了。直接来了，直接吸他吗？我们他们队友来慢了，我俩不该打的，被开了，放心。他们炼金不带，他们炼金不带，让他带下路就好了。不开动，不开动，动血弓都放对了，让推下路塔白给。能来吗？好险！他都很多线，你吃了吧？我操！哎，我这虚弱没机会用，我操，好难受啊！这波小心点，别出事就最好了。来来来，来发电机！来来，他们炼金死了，来打打打，吸一个，吸一滴了，吸一滴了。杀死这个逼吗？简直了，我想锤他去啊！他第一批，这一批不被吸到了吗？对，我吸到了，没人跟，我操！能走吗？你得走，你得走，我有 TP， 我后我有 T 的，撑住。
走。我复活有 T 的，哎，这 EZ 真没死，我操！他为什么不铁蛋去干他呀？我不吸到的吗？今天捡黑切，我得回家一波，回家黑切的。哎，他们那个不在呀、啊。鸡。nice， 大龙可以打吧？是，不能被飞打，飞打飞打，本身不还在。OK， 你小心万好啊！打了吧，他个鸡毛，特别毛火。我有小蚂蚱，我有沉默。杀人吧，我觉得杀人吧，杀人吧，哥俊，杀他们这个中单，杀万豪，我没狼，我踢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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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大 ，OK OK TDD， 等接换，等接，等接不？我有惩戒，我没有，我没有挂，饿了我操！哇啥？怎么死了？位置有问题，我说。哎，小心点啊，他那个。让我先打几下破克，破克破克。走，哎，没人打我吗？我走了。怎么还有塔呀？我这是。还行，小龙是我们的。只要小龙是我们，大龙怎么办？大龙他们打不了吧？应该。哎，他几点子呀？咦！死了死了死了！我一个沉默，巴里头。直接没打，直接没打。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能走吗？小兵清一下，小兵清一下。我靠，我动不了。我操，回被一波了吧这个？他们全挂了，一波了，把线断了。不该藏的，他应该再清下一波。回家，回家，走。他们推的不快，他们推的不快。还有一波机会，还有一波机会。哎，为什么？我们没有死刑，我们没有死刑，是我们没有死刑。怕他们死路了。我吸他了。打了吧，换开枪，拉就好。冲过去得先站住啊！骗了，骗了！看，秒到！我怕他们去大龙。我们小龙，他们去抢龙飞甲棒了。咱们小龙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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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了。他们打大龙了，要。我也想。他们不敢打了，不敢打了，没打了，没打了，没打了，别别别别别，他们没打了，没打了，没打了，没打了。退一下，退一下，退一下。
快走，我排眼，快回家补装备。嗯，我不需要补装备，我差点钱了。被开了。我操，电竞开大了，电竞。我先逼，我先逼，让我逼吧，我回家补点狼嘛，赶紧。就把他们红透，就把红透全能扫吧。嗯，可以。输出还是低了点我。不然他们没看到了。给我吃，给我吃，给我。我法装慢，我法装慢。我吃个蓝，我吃个蓝，我法装慢。我打风比跳的。可以，那我们大龙，你能走吗？能走，能走。走了，可以大龙。没惩戒，你能换惩戒不？我没有惩戒，我也没有惩戒。没没惩戒啊！逼过来杀人嘛，那就。那杀人没风雨的，很垃圾的杀人，杀人。沉默了。走走走，清兵清兵线，你小心，走走走走。中路中路，清兵线吧，清兵线吧，走走走，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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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。太阳风控力不太呀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兵线不好。怕他怕死。他们谁冲第一个冲上来，我就吸谁了。大龙，我操！你的闪瞄，我想开了，我操！我不能，我不能先手开。哎，力气没到，力气没到，拉拉拉拉拉，力气没到，等拖一下，他没到了，没到了，他没眼的。哎，老鼠要被开了，感觉。没想中路上高地了。你没大学打，你没大，你没大。没有觉得，反正你也可以。咦！好飞秒！打打拿双龙嘛。我踢过来，我踢过来，我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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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，来来来，拿了大龙，再拿小龙，打得很快的，我们打得很快的，别怕。我在分塔线，我怕那个角落防守一个，我死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得先去几个那啥，我怕他们打那啥。哦。会不会来不及啊？他们应该打得不够快的，感觉。他们杀我一波，他们杀我躺着。是我。他们刚刚想拿了。他们要抢，他们要抢。他要抢，他要抢，他来他来。吸了吸了吸了。我吸我吸我吸子。他们水是 A 一没水。一波。等一波吗？他干嘛？会被死了吧？别死别死！带龙带龙带龙！他们要退下呀！我们俩退啊！我们俩退中！伊雷嘎没有水银子吗？是这么嚣张我？妈的没水银在我面前这么嚣张！我俩没了！我操！这逼！快救他！哎，给的好吗？我大招要好了，你先退一下。可以的。那这个变形的花花就会一直被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丢了小丢了小，花他们也关。走走走，算了，还有一波是吧？那就。还有一把也。鸡。谁要开？
他们要死，他们要死，他们要死！我操！一波了！哇！我大帽子还没出。外人。我怎么知道啊？我操！是不是？我他妈！我们要走，一帮是要走的呀，是不是？鬼知道那啥？对啊，啊！我忘了我们身上有远古龙了。我们有远古龙，感觉我们推下一波中塔就一波了。但没想到对面这种这样子冲过来送，真的我也不想说啥。吸得好，能说都吸得好。这把 MVP 十字女鬼可以挂在这，把这个截图下来。我操！说实话，把这个截图下来有点蚂蚱 MVP。其实蚂蚱真的挺厉害的，打团，他这个大面具出了这些很恶心了。对面这个阵容的话，你看他们就是出成就几个一。对，他们炼金开大个没用，他们中单被我前面你看到没有，高地就是我们中路那波，啊、我直接一个 EWR， 他完全顶不住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对，他出这么用，还是也没用。